藏起来的秘密，在每一天清晨里当成那飞，安静的拿给你，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这落成沙哑的歌，太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，不要说话。人家问你，你哪里大？我家里大，我车子大，我毛孔大。哦，是啊，我汗腺粗。对，好烦的，我自己觉得自己很烦。真的有病啊，真的，谁没病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病友。
干嘛进来，对不对？同病相怜，这样我觉得变得大家都正常了，对，太好了。刚刚是08年的专辑啊，我也忘了是第几张了，大概是18张，第9张专辑，国语专辑。这张专辑做得很愉快的，这张专辑，对，也是跟 Jim 老师，又是他，Jim Lee。但这张的编曲就好像这张也拿了金曲奖。对，那年不太爽，因为颁奖典礼有点久，很饿。不要相信我，我给你听完就算了。确实是有点长的，好像4-5个小时的。然后因为专辑奖是到最后，我根本打算赶快要去马拉国，根本没有心情拿什么奖，不管。然后那一年，对，不爽，也不是没有不爽，哎呀，不要再演了。是有点遗憾的，因为那一年我没有拿到男演唱人。是周杰伦拿的，而且他没来，狗曲狗曲，听得懂吗？听不懂就算了，对，就是很拽的意思，去。不来也有奖，对，然后我跟陈珊妮就在那边，然后她女歌手嘛，国语女歌手，我专辑奖，然后我们就留给她一个位置，结论自己踢上去，好了，没有了，开玩笑，那个专辑确实是录了很长时间，在香港我跟 Jim 录了很长时间，然后。来到台湾也继续在录，然后那一年是找了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老师，不是马来西亚是，叫马来西亚对不对 ？Yeah，Mac Chu， 他非常棒的编曲家音乐人 Mac Chu， 对，这专辑我们玩得很开心。